我们慢慢的啊，你自己手动一动，手握紧我的手，哎，就是应该来，你就想着去救人。危重型的病人，每个病人至少都是三次以上的抢救，才能把他拉回来。大家是雷神山的神人呢，每个都是神人来的，从来没试过两个多小时一下子要收48个病人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您辛苦了。金源湖北车长你好，请跟我们走，接下来的路程由我们为你们开道护航。都在这边清晰的忙碌，准备最后的交付。分钟以小时为单位的，就是各种往前面推进。作为那个防疫物资、重要设备的配套生产商，复工呢是必要的。我们能做的可能也就只能做这么点了。那个站点你不去他不去就没人去了，到现在想那会儿也挺自豪的，因为别人都不敢去我敢去。接收一些入境人员、返京人员、学生和教职工、安保人员的核酸检测项目，这是一个检验工作的应该承担的任务。我是社区工作者嘛，我又是个书记，那我必须要上前的。想着疫情期间嘛，现在就说这个现在血液肯定是比较缺的，就是我们要身先士卒嘛，对不对？总想做一点事情嘛。武汉是三院的，兄弟姐妹受苦的时候吧，每个人都想帮一把，尽自己的一份力，尽快的共同度过难关。早就退休了，没有事做了，我都想到还是要找点事做，管欠多少都无所谓。生活的老就有些不平的事。在家里与疫情之间关了2个月，昨天开始做卫生，今天开始营业。这个疫情好了，我们就马上开始复工。用直播上课，这还是我们这一次开始第一次。他们这场马拉松的那个行程拉长了，但是呢，余额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把地种好，为老百姓能吃上饭，也是我们对国家做了一份贡献。一探抗疫通道，有序恢复。一探通道可取，放心。中国的伟大发展成就，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。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力奋斗创造的。